你在干嘛？我在用喷力啊，下礼拜考试嘞，怎样？我是不是还能考？像你这样人小小只，手小小只，吴哥哥弟弟也小小只，这样整体性是很高啦。不过我还是觉得我弹的比你好，也唱的比你好哎。谢谢你前面的夸奖，哥，你来找我什么事吗？就是我人那么大只，吴哥弟弟那么小只。这样我有困扰哎。什么困扰啊？就是这个大小的问题啊。哦，你是说你太大只吗？我有一个办法，但是你要先承认说我唱的跟弹的都比你好。好啦好啦，金鱼，你刚弹的真是太好听了啦。嗯，真的吗？真的。好吧，那我就只好勉为其难的帮你咯。来，拿着拿着，看我多。
Thank you.
你知道今天这个节日，除了是我们伟大的主耶稣的圣诞生日，还是我们学校有一个很用心的老师的生日，你知道吗？你是说刚刚带领合唱社的佩秀老师吗？对，没错。合唱社在哪里？让我看一下。好，那我们在这特别的日子，我们帮佩秀老师唱个生日快乐歌，好不好？好。那一二三，祝你生日快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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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谢谢大家。那接下来让我们欢迎学生会的语言。哈哈哈，现在所有表演的人都被我吃掉了。啊，让我们来欢迎学生会所带来的歌舞剧《拜访中科》。小杰，吃饱了没呀？吃饱了啦。小杰，跟你讲过几次了，东西碗要收好，你为什么不听呢？跟你讲过几次了，不要叫我小杰。我不管，反正你今天就是要把这头乳牛带去市场卖掉。为什么我不要？因为我再也缴不出你数学重补修的学费了。我不要，我不要。你看看姐姐，我的才漂亮了。多么美妙的音乐啊！我真的好想去王子的舞会啊！灯光美，气氛佳，我一定可以遇见我白马王子的。你说什么？白马王子是你姐姐，我的老公。你说啥？你要说啥？你要说啥？去舞会。等一下，我要去看我阿嬤，我多买一点面包去吃。好好好，这个都带了。哎，时间到了，我走了，拜拜。哎哎，妹妹等呢，痛死啦！你很痛哎，奇怪，色妹妹，拜拜。最近客人少，这样子也没办法。老婆，你怎么了？没有啦，我只是在想啊，老公，我们都结婚这么久了，为什么会生出个小孩？你是谁啊？我谁？我就是聪明美丽、苗条可爱又大名鼎鼎的黑暗女巫。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我不是想要有一个小孩吗？我可以帮助你们啊！给我一个像血一样的红色披风，像牛奶一般白的牛，像小麦一样黄的头发，跟银的发白的皮鞋，哈哈哈哈哈！都去吧，都去森林寻找吧！哈哈哈哈哈！
三二一，开始举手，然后看谁举最快，我就跑到他旁边，讲出正确答案，我就送你个小蛋糕。Okay.